大家来到上海野生动物园参观游览。上海野生动物园是国家首批的5A 级景区，分为步行区、车行区、水域探秘三个大区。我们现在乘坐大巴车即将进入车行区，车行区全程时间为30分钟左右，大巴车将载着我们进入动物王国，近距离领略一番野生动物们的野样风采。车辆进入车行区，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坐好，不要随意站立或走动，以免跌倒或者摔跤造成危险。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孩，注意安全，谢谢大家配合。游客朋友们，我们首先进入的是第一展区，奇妙的亚洲 Wonderful Area。 该展区模拟动物们生存的草地、山丘、森林、湖泊等自然环境，放养动物种类繁多，种群庞大。我们即将看到的动物有黄天鹿、白天鹿、摩佛伦羊、矮马、牦牛、骆驼等。黄天鹿长相很容易和梅花鹿混淆，它们最明显的区别是公鹿角的形状呈扁平状，而公梅花鹿的角呈圆柱状。大家注意看，中间还夹杂着几只更为稀少的白天鹿，那是由于基因突变而产生的白化品种，在野外也非常少见，非常的珍贵和稀有。摩佛伦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别名大头羊、大角羊、寒羊。虎羊头上不长角，公羊头上长有弯弯的角，所以又称寒羊。主要分布于亚洲中部，包括中国新疆、青海等地。黄西矮马，它们是我国特有的珍贵马种，也是世界两大矮马源流之一，主要产于广西德宝、靖西一带，身高在85厘米到1米左右。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动物，主要产于我国青藏高原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耐寒能力极强，素有高冷的蜘蛛的美誉。骆驼，我们现在看到的双峰驼是属于亚洲的品种，它们在没有水的条件下生存两周，没有食物也可以生存一个月。它是沙漠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素有沙漠蜘蛛的美誉。我们上来呀，我们谁来了？应该不会的，你在保留我。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二展区，非洲旷野 Wilderness in Africa。 我们即将看到的动物有长颈鹿、白犀牛、蓝角马、观角蓟羚等。白犀牛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犀牛，由于它们的嘴巴又宽又平，所以又称宽吻犀，是仅次于大象的第三大陆生动物，全称犀牛之王。犀牛喜欢在泥水里打滚洗泥浴，由于犀牛角的药用价值极高，而使得它们遭到大量毁伤，现在已经濒临灭绝了。我们现在看到一群身体黑色有角的是蓝角马，也叫黑尾牛羚，是一种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典型食草动物。蓝角马会和驼鹿聚成松散的大群，其中群体分为单只汉群、母子群、首领群。蓝角马是灵活的奔跑健将，奔跑速度可达80公里。我们看旁边长着像弯刀一样的角的是弯角蓟羚，它们的角很长，像弯刀般向后弯曲，它们的角可长达100至120厘米，角长而细，经常会折断，主要栖息在干燥开阔的林地、草原或是石砾地上，现已已成为濒危动物之一。长颈鹿是世界上现存最高的陆生动物，生活在非洲广阔的草原上，它们以树叶、花朵、水果、树枝等木本植物的嫩枝为食，它们平均每天可消耗多达63公斤的食物。长颈鹿每天的睡眠时间是所有哺乳动物中最短的。休息啊，他跑得可爱了，我们龙跑得可爱了，所以说他就是好看。
第三展区草原地道 Grassland Trail， 我们即将看到的是素有路上短跑冠军美名的猎豹。猎豹是陆地上奔跑最快的动物，猎捕时速度最高可达到时速120公里。虽然猎豹跑得快，但最多只能跑3分钟，超过时生理构造使猎豹必须减速，否则它们会因身体过热而死。因此猎豹追捕羚羊时，如果追了一小段距离还没追上，猎豹就会放弃了，通常在1分钟内即可猎捕到猎物。这个是什么的？
了不是不多了，洋洋不多啊，大家吃。吃什么了？啊，不吃那把猪皮皮，那都会不吃猪皮皮多了。有皮猪皮，这不是猪皮吗？啊，已经到猪肉了啊！啊，那这边呢，看到了吗？啊，一斤不得了。大家吃，人家在干活的是吧？第五整局，第六整区羚羊之家 Antelope's Home。 我们现在看到体型庞大的是大羚羊，又称非洲玄角大羚羊，它们生活在中非和南非的草原上，常常以小群同栖，以年长的雄大羚羊为王，率领若干只成年羚羊和幼年羚羊一起觅食和活动，是所有羚羊中体型最大的种类。体型最大的几乎要达到一吨左右。由于它们体型庞大，一般的动物不会轻易向成年大羚羊动手，只有体型较大或群体捕猎的动物，如狮子、斑点猎狗、非洲野狗等，才会攻击大羚羊。头上长有像军刀状长角的是长角羚羊，又名剑羚，是最漂亮的羚羊之一，栖息在干燥的平原和沙漠地带，喜群居，胆小而机警，体宽阔，善奔跑，其身体有特殊构造，即使体温大幅度上升，也可不必喝水，而能耐得住55至63摄氏度的高温。食物以草本植物为主，个性机警，视觉敏锐。由于人类大量捕杀，目前被列为世界濒危动物之一。白虎不是一种单独的品种的虎，而是孟加拉虎的一个变种，中文叫白化孟加拉虎，英文为 Bengal White Tiger。
门，古称孟加拉门虎，简称长虎。由于基因突变，把绝望加拉虎原本橙黄色底黑色条纹的毛发整理成白底黑纹。第一只野生孟加拉白虎于1956年在印度被发现并捕获，被取名为穆罕。世界上现有的几百只白虎全都是它的子孙。目前白虎主要分布在美国、印度、英国和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而祖先为南亚西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白虎都是我们先前从美国引进来的一对白虎繁衍的。野狼谷 Wolf Valley， 狼生性高昂机警，善于奔跑。在野外，他们常常采用穷追或者车轮的战术来获取猎物，奔跑速度极快，可达55公里每小时左右，但持久性较差。他们的视觉、嗅觉和听觉非常灵敏，远远超过狗。狼是群居性极高的物种，也拥有着极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一个狼群一般为7匹，部分为30匹以上一群，往往以最强的一只狼为领导，也叫头狼。700万年以来，草原民族一直认为狼是草原的保护神。狼是草原四大兽害，草原鼠、野兔、旱獭和黄羊的最大天敌。马来熊王国 Kingdom of Malaya Sambir， 憨态可掬的马来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马来熊是熊科成员中体型最小的一种，胸前点缀着一块显眼的 U 型斑纹，呈棕黄色或黄白色，像早上出生的太阳，因此被人称为太阳熊。它们的舌头大概有25厘米长，很适合吃蜂蜜和白蚁，因此也被称为蜂蜜熊，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和南亚。它们居住在炎热地带，
而且食物来源一年到头都比较充足，所以无需冬眠。因此把莱熊视为一种不冬眠的熊，它们是典型的林栖动物，主要栖息在茂密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里，喜欢生活在树上，也是爬树高手。马来熊是杂食性动物，现在已经被列为世界濒危动物之一。亲爱的各位游客朋友们，我们的车行区游览马上就要结束了，愿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和记忆。朋友们，动物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无价之宝，它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也希望大家以后能更好地保护爱护动物。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保护动物，保护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地球环境，为改善我们的地球生存环境出一份力。接下来我们的车子要返回停车场，您接下去可以前往水域探秘。水域探秘可以近距离看到国内外珍稀动物20多种，还有大批野生候鸟。步行区还有动物以及互动和行为展示在等着大家。下车时请大家带好随身物品，不要遗忘在车上，照顾好老人与小孩，注意台阶，依次下车，欢迎您下次光临，祝您游园愉快，再见。